家己地检署邀请并鉴别画家陈木老师，以鸟语回响陈木的花鸟世界，45幅的画作展出，古董的艺术创作品非常的难得。家己地检署希望民众对艺术的欣赏甲兴趣，和乡亲甲家检的同仁共同来欣赏艺术享宴。江宜地检署持续办理艺术创作品展览活动，至今已经普遍获得民众的肯定和赞许。这次名鉴别画家陈木老师的《鸟语花香》，陈木的《花鸟世界》，更是极品艺术展，展出非常高。江宜地检署检察长罗英乾表示，艺术创作需要真大的坚持和毅力。陈木老师是一位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画家，更是一位专注直接以钢笔画创作长达30多年的奇人。工笔画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他是自创一个非常卓越的建议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、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造诣。那么今天呢，总共展出陈大叔的作品大概有45件之多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可以说是件件精彩。那么我相信呢，待会所有的乡亲，我们所有的同仁可以慢慢的欣赏，你绝对可以得到赏心悦目的这种感觉，你也可以感受到大叔啊，刚刚我说的所谓的卓越的建议的这种感觉。那么今天呢，总之能够邀请陈大师来我们这边来展出啊，是我们机关同仁的荣幸，也是我们乡亲的荣幸。画展飘出艺术气质，和家己地检署办公大楼宽阔的面脸，增添温馨祥和的人文艺术气氛。展览期间自1802年8月7日到8月29日为止，欢迎民众参观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家己市采访报道。